姐姐看到了一个超漂亮的蒲公英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！姐姐，那你给你的那个象龟看一下，它可能没看过那么漂亮的蒲公英。它第一次看蒲公英。对啊，天啊，这蒲公英太漂亮了吧！你不要咬哦。它不会咬。不能吃哦，不能吃哦。它应该不会吃吧？应该啦，你再靠近一点看看，它会吃吗？哎，它真的吃哎，它吃蒲公英哎，它你看它小 baby 什么东西都想要试看看。对呀、啊，不过真的好漂亮哦！你要拔起来吗？还是你要在上面看就好了？我想要吹。你要吹啊、哦？那你就要拔起来啊、哦！我帮你拔好，帮你拔，把这个，不像其他蒲公英，然后它上面都会吹不掉，不想用拔的。吹得掉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太酷了！吹掉了，吹掉了。它这里都是有那个圆圆。对，它这样子的话，它种子就会在其他地方长出来了。